第一下不对了吧？第一下脚的声音跟第二下明显不一样，是吗？今天呢，我要挑战毽子操，对，然后我挑战的就是我自己先跳一遍，然后呢，再带着波波跳一遍，对，那咱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五、四、三、二，跟着周全的韵一起来 ，Go， 速度有点快，可以让你的腹部吐气。爆发力更够，很好，加油 ，Come on，Let's go， 五、六、七、换，抬腿 ，Go， 很棒，七换，调整一下呼吸，我们四个都再来一次，三十四万 ，Come on，Go。现在呢，我想让波波也跳一下那个毽子操，对 ，Ready go。
五、四、三、二。我跟着周全的韵，有点快。持续性的爆发力更够。很好，抬腿 ，Go， 很棒。侧面，一、要二、要三、四、五、六、七。腰间的赘肉，我们咔咔持续燃脂，雕塑你的人鱼线、马甲线。谢谢上海的 ，Yeah， come on， 香不辣。四、五、六、七、come on，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脚底，看脚底，对，很好。记得脚跟尽量。刚才想和波波一起跳来着，结果没抓到他。但是抓到他呢，也不知道该怎么跳，因为他的腿太短了。那今天的话，就是挑战失败了，就没能和波波一起跳。唉。这是一封离别信，写下我该离开的原因。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对我超忽冷忽热，我到底是亲人还是朋友？爱你是否不该太真 ？That's why 我不舍得为你放开手，因为爱你爱的心痛，但你却不懂。Show me what to do, my mind. Show me what to do, my mind. Show me what to do, my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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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it's over, but I can't deny. Can't deny. I'm still missing you. 好，这句我不调整，我觉得这句这样也挺好的。这首歌谁唱？不调整。因为老外唱歌就很随意。And I turn castle hello from shady. 这句我也不调整，再往下。I know we have something special, baby. 好，从上一段这句我不调整你的这个音的问题，但是这个强弱完全没有，就是我听这个。哦，我明白。And I'm turning so hella fresh shade. 这样好很多，真的好很多。你有拍进去吗？你自己可以看一下那个对比，就会差很多。来。I know we have something special, baby. Not a single day goes by. Show me what to do, my mind. I know it's over, but I can't deny. I'm still missing you. And I'm turning so hella fresh shade. I know we have something special, baby.To come for good,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try to stay all goodbye. I try to put it all aside. Try and try. Still, there's no use.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with me. All I know is haunting me. I need your love to set me free. Listen to me.Yeah.
这一版歌词可能延续性不是做的特别好，因为你刚讲到每天早上6点半，然后被闹钟叫醒，看着窗外的天空，太阳温柔照明，这几句就很连，你其实有抓住连贯性的，就是你这里是连贯性的，你在第三句就结束了连贯性了，就好像是一个电影，我作为观众，我可能是很想看到你继续往下讲的，就是对不对？就是拿了杯子，可能要去哪，留了一个小小的问号，会让我很好奇。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慢改，开开心心的改，然后看看怎么磨得更好一点啊，就好了。然后我下节课，我希望你，期待你吧，期待你给个啥，就是更完整的给我。嗯，就下节可以多写一点过来。然后我们再一起吧。I can be skyward, shadow in the city light. I can control the last harbor, I can control the last harbor, shadow in the city light. 对，就是这样了。When I fall in love, my mind is beginning to become unclear. I know that my mother left me forever. I think it about the weather, I want to choose another. The power of dark sun may be stronger.The fear of losing the past to the dark side. 当我拼命有能力可以改变你 right. We are all want to shadow in the city light. 但是原理的初衷早已不在。你给的说法，说走到分岔，说走到分岔，无力自拔，心放不下，心无力自拔，心放不下，勉强。你是勉强，有种不行哈！你也别打哈欠，你俩什么意思啊？勉强。四五走。银白色月牙，映照着脚丫，一寸寸一遍遍亲吻那花，泥沙挣扎，矜持远眺。刹那，或者你泪分不清呀。你给的说法，说走到分岔，有无力有疲倦，付出爱的代价，无法自拔。心放不下，勉强爱的隐诀变成了剩下。
管你有多么失措，你又唱那个狂字的那种感觉是吧？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谁任由谁放纵，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都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情感左右，还要笑着接受。我嫉妒你的爱其实迷惑，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空，想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的在线的多么出众。我的记忆中枪头，你看这样，不要太缩进去了，但是 N 提起来，还有提起来，一起是 N 那个提起来的力，提起来往前走的力，再把它顺起来，不要用这个好一点，再起，再打开之后再走 N 啊。
然后不赢了钱，赚一个人错的钱。那不算，那再来，这就说好不错的钱。啊，好赢了的钱。30个，你这次加20个，你我7秒的时候才加20个，你7秒加20个，你不二的。친구라 Are you alien? 사바나 사모 예! 롯! 어마까 나이스 미 야! 조지우 My name is 후신하오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후 중국화 小等不才来一样 Nice to meet you everybody Yeah I'm so happy Yeah, you're okay. happy. I'm so happy. Okay, okay. 中国话不是很流利，所以你俄罗斯话不是俄罗斯来的。OK, 我不认识俄罗斯人。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Animal. I'm animal. Carnivore. Dog. Swing dog.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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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个你。我就是你们那个人的人。他们感觉一个卧龙一个凤雏。不压先不压，按照局势来说我不能笨鸟先飞，我也先不压。 OK 哇 OK 哎呀真大。 Ice 你说又摸了一个32的这个有数值了。一给你留一点，我不动，牙掉了，放颗牙在这。怎么了？咬了吗？咬了。亮。OK。哎呦。哈哈哈哈哈哈！不是，啊，行了。25颗，说哈，说哈，说哈，男，是男人，压完 ，good， 25颗，说哈了，就看，来吗？半斤八两，开吗？开，开吗？我跟朱鑫，跟仨吧，跟朱鑫一个，我跟于哈25个，哇，哇，这么自信，我跟2个，你跟谁？跟于涵啊，来 ，come on， 多少？刺激 ，come on。You first. Okay, my first. You first. I forgot. 第一张直接向镜头展示。秋阳。哈哈哈！我看第二张吗？耶，有点多耶。哈哈哈！抓大方向，抓格。哦。哇哇，多少啊？怎么这么大呀？说一声。哇哦，好棒哦！我也看不到。Five， 加五个。不一样，是辛苦。还是一个。你借我一个，你凑一下对吧？把他借我的，他送我一个，送我一个。我压走。借什么送啊？好，借一个，我压走哈。苏翔。多少？5颗。No， you first。哎，我 I first。刚刚是他 first 的，这我该你 first。Hi， 多少 ？M， inevitable。一个二，一个勾。苏翔。这个眼神，手里还小于六吗？我压了5颗呀，整整5颗，兄弟。14，说亮啊，你要亮啊，你要亮。我这个5这儿有7颗星，我赢了，好有道理。
还你一颗，还两个，两个，一个，两个，一个。他果然抽了两个，我不管，你就是抽了两个，一个呀，你说。那我这样抽到你没有赚呢？你让我赚，你给我点生路呀！你五十一个，这是我人生成功的第一桶金。我不看。好费的，抽过来，好费的。哇，这真的舒服。哇。不不，对呀对呀，我先来五个，你，那我防守一波，又防，我压六个，哦我也压了七个，嗯，哇、哦，这都被你抽到了这张，这都被你抽到我了，真的，二十我压二十个，下次，累，左行，我压左行，我压左行，满上。我跟左航一颗，你怎么了？一颗不是颗吗？这一颗还是我的。我跟左航两颗，还你的一颗，还我两颗应该。还你一颗，你之前说的两颗。说呀，你们亮啊！你们在干嘛？二和几？二和八。十那边十。二和二和多少？二和十，二和八那边十。他一看就赢了，十一哇，十一哇 ，OK OK。失之毫厘，差之千里，I'm the champion。不直接输了吗？那压了两颗，白压了。要赢就看面子。你那是二四七九吗？对，你呢？二七四九，我这是三四七 K。三个。好多呀。五颗。五颗。五颗。OK OK。哇哦 ！OK。哇哇 ！OK。我一边压，我一边压三十个。你说个我说了。规则敲完，我全压。六。哇！他不赢了。嘿，总算拿了。收获。呀，这几个，一个比一个好。他有多少个？他十五，十五啊！整个背景，那还好。我要输一个。你。OK， 加一颗吧，让他转一把。哎。我让他转一把。OK。两颗，六十个，我跟四个这边，我跟四个，我跟我全部，哇，我说给都给他，我把我所有压了，老师我现在他压了，啊不我给他十一个，三二一，看，我赢了，120，你赢了，来。自己摸一张，哦，我不能看，压多少赢多少。你正着说一，我出十个，好，一个吧，我出五个，三四，然后第二轮，来吧，好 ，OK， 下注手。说了呀，OK， 144，50个，这边55个，这边144，你总共有多少钱？30，亮吗？
这就要点，这就要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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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少岁啊？144，144，190，减三十，不，你直接亏他的，亏他的就行。你多少？你多少？不，他直接亏他的就行。你多少？你多少？你不十分了吗？没有了。左航那边是288，玉涵那边是170，OK。负143，一百多，OK。现在请庄看牌。我看。OK，玉涵看牌。OK，你看牌。他在这么说不这么说呢这这么说呢 OK 玉涵这是什么性质我觉得你买一个我一个好他一个杀死庄家这边一百个 OK 第二轮开始 OK 庞大的数字 OK 庞大 OK 庞大两张庞大对对 okay, 对巨无霸 OK 庞大的数字 OK 庞大的数字 OK 这边OK 庞大的数字 OK 庞大我你说了玉涵170个玉涵170个张俊豪多少张瑶多少？玉涵170个。收了，张瑶收了。你不要。我就你就压两把，八把。亮了，可以亮了，可以亮。它是什么？15。K 和二吗 ？K， 这是 K 和尖儿，这是 K 和二。OK， 你亮。K 和二，毁了。行了，双赢。平分双。哎，但是你相当于赢了他3个。他就仨呀。对。你输了玉涵170，然后赢了他3个，相当于你这把输了170个。最后一局，玉涵是说今天晚上最后一局，玉涵看了牌吗？这叫庞大。你们俩看牌。啊，你是不是对庞大有什么误解？下注，10000。下多少？10000。下10000。OK， 张博这边1万，张博这边输的就是-10387。OK， 第二轮，随便来 ，1 billion。啊 ，OK， 这个庄现在很慌。盘亮牌，第二轮的 ，OK， 防庞大的数字。你们两个亮牌，我还没亮，你亮 ，OK， 这么说 ，OK， 88亿，2笔的币，1 Google。你们俩可以亮了，我相信他，好吧？11加起来，你呢？这是我第11，哇，11，有没有比11大？多少？15，糟了，玉涵，我赢了多少？玉涵，我们一人4个还文职，我有多少钱？不看我剩下的数。我是第二个。它可以从3个变成多个。3个变成多个。拜拜。对。拜。我觉得他肯定不是多个。我觉得肯定是多个的。我觉得感觉我的这个跟穆日成那个有点像。我感觉我这个呢，它不像是，我感觉不像是，就是它也感觉也算是一个变化吧。但是我觉得它没有像刚才你说那个，我是不是赌这个？画吧。OK， 怎么画？等一下，要不给他个机会？我劝你现在想一想，换一个，摸头，换一个就是三，就是我劝你现在就是三，最好一，再给你5秒钟，再给你5秒钟，思考一下 ，OK， 该怎么办？怎么该怎么办？摸头 ，OK， 该怎么办？快，一 ，OK， 这样 ，OK， 三，好棒。好，OK， 再给你5秒钟思考一下 ，OK， 4、3、2、1 ，OK， 5秒钟，换个动作，3、3、2、1，哇 ，OK， 再给你5秒钟思考一下，换个动作，五。4、2、1，OK， 一般在一个每个重要的场合都能够自信，一般来说，这种东西，即使是学校也会有，就是在学校，看到了，有两个人坐着，也不一定是两个人及以上组成的一个，可以坐，你可以坐，真的可以坐，但你要想一想，可以坐是可以坐，你确定你要坐？
你确定？不能做呀。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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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别动别动 OK 别动 OK 别动别动别动 OK 两米 OK 我能承担其中的一个角色。哦哦哦，明白了。我这个卡片是不是向上看？啊，他猜到了，他猜到了。像师兄那样的，是一种。这种形式，我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就是有可能是以后那种。我不认同。我说，无论就像国内也有，国外也有，然后也有做得好的。我们在学习的东西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也在为这个打下基础。有一个词叫什么？什么合作？我怎么感觉我做你啊？哎呦！跟音乐有关，有一种精神，凝聚核心的一种精神，就是非常有凝聚力，有凝聚力。一种精神。我们之前做过有一次采访，说过关于这个词儿的一些事情，在这个词儿里面啊，然后可能会有几个。各种都不一样的人，然后在一起，然后就会变得很挺厉害，需要默契。人心齐，泰山移。让我思考一下。我说吧，好不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并且应该可以做。Good， 一个群体。这个呢，就是我们肯定会经历的一个形式，这可能会是挺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坚强的意志。之前也开过很多会，对，经常开会跟我们经常开会了。Talk about 关于这个词儿，嗯，然后就要看我们以后反正肯定会经历这个形式，然后。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成功？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能带来什么？我们自身的……哎，现在这个人太复杂了。是我们自身的，就那个白板已经太复杂了。能给这个东西带来些什么？对，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它很坚硬，就是以前有个综艺节目经常用到这个道具。我在那个宿舍政府操里面举过这个玩意儿。它可以用来，它是个工具，可以用来锻炼身体。它是一个三维图形。我就说吧，一个几何体。我张嘴就会找吗？不是，你把它当成口头禅，你就会。都误会，哎呀，都我兄弟们，太误会我了。这个世界上哪里都误会 ？Stop！ 对啊，你不能发言。那个东西，你不能发言完了。它没有形状吗？先发言完了。它没有形状吗？发言完了。你们几声？哇天哪！这我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你好，你要搞清楚，这儿的都是三维物体。我们之前体考前会用到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是用的什么，我们是女生用5公斤，男生用10公斤。下一个，它能有效地增强我们的肱二头肌。它是个，它这个运动器材是一般常用于就是手臂举起来。其实还好，这是你的一个习惯。重的就有点离谱了。摸鼻子，这种东西可以双手，也可以单手。
我也知道。张振宇，你刚才说的啥呀？张振宇说的啥？什么又痒？不要说话，玉涵。他有一个杆儿，有一种项目。没关系，卧底已经走了一个了。你说卧底。他两边的重量，他两边重量不应该是固定的吗？对呀、啊，他两边的重量干嘛呀？干嘛呀？OK。再玩一阵吧。我能拿五个。你能拿五个？两只手拿五个。一些高级一点的场地有这种地方，有这种地方有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要不就发言了，不发言了，他们两个开吧。三二一，投。但玉涵现在应该被画。啊，都是睁着眼投的呀，现在。七。你知道谁是卧底吗？你是卧底啊。我是卧底啊。跟你说了呀。你让他投我干嘛？他为啥是卧底啊？那啥、啊？你告诉我，我有什么问题？万事反转。我有什么问题？你告诉我。